我是甚至想整经理晏和平，然后我是在20年前，就是2003年来深圳创业的。我们公司一直从事就是数码打印跟数码印刷行业。我本人也是技术出身的，然后学的是理工科的专业，然后一直领导公司的产品研发与创新这一块。深圳市深思想科技有限公司涉足数码打印、数码印刷行业25年，自2003年开始不断研发、不断改进、迭代更新，形成了性能稳定、卓越的数码印刷设备，拥有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生产了 UV 平板打印机、UV SingPass 高速打印机、UV SingPass 水性数码打印机，以为客户在广告数码彩印、文具印刷、家具彩印和纸箱数码印刷和包装数码印刷等多个行业提供了成熟的应用解决方案，赢得了市场的认可。我们希望不断的创新科技，努力为更多行业提供更实用和更优质的高效应用解决方案。公司拥有7000平方余米的产业基地，专业研发团队50来人。客户布遍全球100多国家，主要市场有欧洲、北美、东南亚、中东、东欧。随着业务不断的增长，我们不断的扩大团队规模，引入更多的专业人才，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我们的产品线也逐步扩展到多个领域，以满足广泛的市场需求。同时，我们一直注重品牌建设，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和信誉度。为保持竞争力，我们不断地投入新产品的研发，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技术水平。我们公司产品应用领域比较广泛，现在我们重点要做的就是这个 UV 平板。然后 UV 的直出式的印刷机，还有水性的直出式的印刷机。那重点的领域的话，就是数码印刷，集中在数码印刷这块。数码印刷我们也分2种，一个是 UV 的直出式的数码印刷，另外一个就是水性的，直出式的数码印刷。UV 数码印刷、直出式的数码印刷，应该这个是全球就最比较领先的一个技术，因为目前在全世界能做的厂家是比较少的，也比较，因为它技术难度比较大，所以重点我们这2年重点就是在研发这一块产品，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产品已经在市场上销售了，已经在国外、国内外都有销售了，已经是被客户认可的产品了。他们现在目前集中的领域主要是在文具类、徒步的瓦楞纸、PP 的纸箱，然后在还有广告行业的，或者大批量，然后要个性化的这种需求，还有证卡这一块的客户比较多。另外一块另一的话就是水性的数码直出式印刷机，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我们最先引进了 HP 的那个液宽式的喷头，传统的话都是用扫描的数码印刷，我们就是彻底颠覆了，就是我们用直出式的印刷，真正做到数码印刷这块了。以前都是叫做数码打印，这是我们做的是直出式的，就数码印刷了。它的速度的话，能够提升到每分钟到50米左右，然后就是产能效率都大大提高了。物理精度的话，我们也提高到了1200乘1200的精度。因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就是个性化的需求，还有小批量的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传统的丝网印很难适应市场的发展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产品替代传统的丝网印，那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数码印刷。数码印刷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无需制版，它是电脑自动生成图片就可以直接印刷出来。因为喷头本身就相当于，就是以前的传统的丝网印了，但是它是数码编辑的。数码印刷就是解决了传统这种丝网印要做版、做网这些繁杂的工序，这样的话导致就是小批量它很难去生产。但是数码印刷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每一个平整做一个都没有问题。而且数码印刷因为以前的数码印刷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比较慢，它没办法快速的
所以就是传统印刷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快，但是现在的话，随着我们这个推出来这个，就是单层直出单层的这种数码印刷机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速度慢的问题，就是它的速度可以接近传统的印刷设备，但是它又不无需制板，而且还可以解决一个全自动的收放料，而且可以节省，就是人工啊这一块，就是完全智能化的工厂，就是通过数码印刷机可以实现。我们在2024年3月份的华南展，我们会推出一个最新的产品，就是 UV ThinkPass，UV 单直出单层是数码印刷机，因为它现在就是可以解决就是文字类的标签、广告、纸箱这一块的需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国内参展的。就另外一款，我们就推一个就是水性的。数码印刷这几年我们都有展的，就是主要针对的是瓦楞纸这一块，还有那个牛皮纸、瓦楞纸，就纸袋啊、纸杯跟瓦楞纸。华楞展其实我们一直有关注它，因为这几年我们做这个数码印刷这一块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展会可能比较适合我们的产品。而且我也觉得他这个展会一直坚持都3、4年了，是他的客户群体啊，他每年展会的规模，包括他的人流量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展会是值得大家去推广的一个渠道。最后，承压行业的新老客户在2024年3月4号到3月6号光临华南展，到深思想展台参观与交流，对新产品提出宝贵的建议。